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您为我报了杀父之仇，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哎，小妹妹，你这是干什么呀？哎，政府，您就是青天大老爷，我这头是为我爹我娘磕的，磕的。小妹妹，小妹妹，你听我说，不管你有什么事儿，我们共产党呀不兴这个。先起来，有什么事儿进去说啊。哎，走走。当年我爹在天桥，就是不愿意给韩其奎交保护费，那姓韩的联合官府下黑手给我爹害死了。后来我娘一气之下也病死了，我就成了孤儿。后来我因为我爹娘的事情到处告状，可当时那官府跟警察跟那姓韩的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根本不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做主，还把我逮了起来，揍了我一顿才给我放了。解放第一天，我听说你们把那姓韩的给逮了起来，我还以为过不了多久你们也会像之前国民党那帮当官的似的给他放了呢。孩子们，小妹妹，我也是穷人出身，我们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老百姓的党，我们干的就是让广大穷苦百姓翻身得解放，成为这个新中国的主人。对，那话匣子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没信。直到今天，我见你们一枪崩了那姓韩的，我信了。姐，从今往后，共产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用得着我填早的地儿，你们尽管吩咐。